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就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BB 还有 Discord。好，本周的台服的更新内容，最主要就是十字系第四章的归真难度哈。那大师的影片，我应该是明天早上就会顺便上传的哈。好，另外一个是限定召唤池，这次的召唤池不是新角，还是一样是之前的角色。那原本以为这一拜会有鹦鹉血的，想不到还是没有。那就等等看下一拜吧。好，那这次的召唤卡池是风寒月跟阴息，基本上我完全不会想抽。你是玩到后面有一直玩到现在的玩家们，你们会觉得现在风寒月，应该说风寒月不是说不好用，但是如果你缺一个冰系宙斯的话。是可以抽的，是可以抽，但是你要冒着守门员阴息的阻挡。好，那就看各位，除非你已经应该说看有没有真的很想要风寒月啦。但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齁，就是在十字系的关卡里面啊，有些关卡的应该说是隐藏关卡，就是一定要抽到一些相关的角色。像幽城幻剑路篇的十字系有一个隐藏关卡就需要夏侯乙了。那未来神魔至尊传开了之后，会不会需要风寒月才能开启隐藏关卡呢？现在还不知道，所以看大家要不要抽了。好，抽的备用也好，那风寒月也是可以抽的，也是可以抽的。那如果你不想抽风寒月的人，那你可以等一下台服的仙剑联动抽赵灵儿也是 OK 的。好，再来，限时活动万圣同乐登录礼，那这是万圣节的活动哈。那指定天数可以获得魂石、魂光、十字印等等等，累积登录五天会获得万圣节祥瑞外观的南瓜惊喜。OK， 又是外观啊。那这个我在陆服是没有看到的，可能是台服限定吧。好，另外一个是限定的秘密剧情关卡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好像我在陆服是没看到啊。10月28号就明天开始就有了，大厅处哦。不知道有没有语音呢？好，这还不错。如果跟陆服不一样的话，然后可以额外给一点奖励，那还不错。不过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奖励的。好，在超值礼包太玄秘藏，这是玉太玄石 ，OK。但是匠心材料箱石髓的十字金，秋季欢乐礼包十字金、十字印、铜钱，好等等等。好，这些都看大家要不要去买了。好，那这一拜又是一个养生周，那归真那大家记得去打齁，记得去打。好，那本周的内容就这样，记得要每天上线哦，可以拿到这个外观跟一些魂光十字印哦。好，今天影片到这边啦，希望我的频道就按下订阅两个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，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